不要再累了，金姐姐。你已经完成了五场中的两场游戏，你解锁辅助头像还有三场。别说啦，再玩两场辅助是吧？不知道玩什么，玩个那个。I decide what the tide will bring. 剪。哦，有漏掉谁吗？没错，就是他，就是你们是的。请依照正常程序，不要再累了。欸，为什么是谁没进来？卡拉的吗 ？Magic Tofu。进不来吗？丹麦进不来吗？Magic Tofu。 欸，还有一个是谁？感觉是凯凯，太可怕了。这是蓝黑大将军，蓝黑副将军。噔噔噔。猫咪老师，老师，右边凯凯进不来，没啊，我再给凯凯一两次机会，你要不要重开？你不重开，你这不是进来了吗？你不要再累了，饭呢？饭要配什么？饭要配什么？既然是致敬，就来玩这个吧。Wait for night of the 下路辅助雷之狗。欸，其实我是说。其实我是要说 ，Let's go， 对不起，我放肆了，我饿了。
我这场看看我到底是蓝茶还是黑茶。热死啦！多人要退订，没啊，你已经付钱了，来不及啊！要退订要等，就是下，就是你退了之后，你这个月的钱还是付了、啊，呵呵。像带错符了，80 AD 还好啊。别凯凯不要再雷了。还送下路。没啊，没几个订阅了，不要黑你哦，我先黑你。用户现在已经被加入黑名单，好了，回来了。跟你是蓝特粉，不是蓝粉，不一样。别往那边滚啊，过来啊，回来啊。别帮他打了。都没几个订阅，你们还要纠团队订，你们不觉得这样子太不人道了吗？看是谁点谁，哼。他是买了什么？他也没有多买装备啊，所以他们其实不会打赢我们。会滚，啊，还需要再多说什么吗？
想回家其实。Madlife Hooker, Madlife Hooker， 你怎样？我没有眼睛啊。哎 ，Needless to say, Needless to say， 怎么了吗？你还有事？哎，对不起，好像打不赢他。这家伙的剪屏大概跟我差不多的水准，你有发现吗？哎，OK， so easy。欸，我好像捡很少鬼魂，我要去勾中路了。不对，中路好像不在。哎呦，打他哦！我操，他溜的人。啊！不要再说了。来换这边了，还有眼睛。没有眼是不是？没关系啊，我从正路走过去，我走非常快。啊，一刷二啊，真是抱歉啊。啊，不要再说了，这个色雷西。其实这个饭也蛮猛的，他除了吃兵跟我一样的水平之外，其他的好像都比我猛蛮多的。不行不行，我要吃这个。